志坚39岁当选新竹市长，47岁有机会代表党来参选桃园市长。我不愿意因为个人的不足与缺陷，造成团结台湾、建设台湾的进步力量陷入泥淖而无法出声。因此，我选择离开桃园市长选举的战场，即将在另一个战场捍卫自己的清白。这一段时间以来，因为论文风波造成社会的纷扰，学校方面也受到各界的一个压力，还有支持者的焦虑，志坚由衷的抱歉。因为我个人的不够努力，以及在写作上的一个瑕疵，冲击台大与中华大学邻近的校园，甚至于审议制度引发大家的一个撕裂，这些都是我不愿意看到，并且感到相当抱歉。在最一开始，我想要把过去8年在新竹的新竹经验转化为服务桃园市民、建设桃园的一个动力。不过桃园市长选举已经成为多方境内境外政治角力的一个擂台，站在这个台湾关键的时刻，个人的未来显得微不足道。志坚39岁当选新竹市长，47岁有机会代表党来参选桃园市长。我不愿意因为个人的不足与缺陷，造成团结台湾、建设台湾的进步力量陷入泥淖而无法出声。因此，我选择离开桃园市长选举的战场，即将在另一个战场捍卫自己的清白。最后，我要深深感谢一直支持我、一直相信我的人，到此时此刻支持着我。很抱歉让大家失望了。我衷心希望大家把支持林志坚的力量，未来来支持郑运鹏，支持桃园，让桃园延续郑文灿8年来的光荣政绩。志坚市长在中午的选队会向所有的选队会成员表达，他为了捍卫个人的清白，必须离开选举的战场，所以选队会经过充分的意见交换，也共同体认到现在的这一场选举，如果继续被论文的议题纠缠，让选举的焦点失焦，那绝非这一场选战应有的格调。其次，对于桃园市未来选战的接棒的人选，大家也一致同意由郑运鹏委员来接棒投入这一场选战。总统表达他对志坚因为个人遭遇的这样的冤屈啊，他是非常的不舍。也就是说啊，蔡总统、蔡主席啊，还是认为志坚他个人的这个清白，他还是相信他。虽然一时啊心情的这个挫折啊，但是相信啊应该很快可以重整旗鼓，团结大家，赢得最后的胜利。